CD， 一臨時決定拍攝本影片，未有準備拍攝器材，全片只用 iPhone XS 拍攝，畫面質素未如理想，敬請原諒，謝謝。Hello， 我是微風吹，今日嚟到澳海城就係睇明星啦，就係我身邊呢位張繼聰，紙板公仔，睇埋落去先啦。轉個身就嚟到張繼聰同阿奇嘅品牌啦。入門口就睇到大大張 poster， 穿翻自己品牌相當有型。而家參觀下 pop-up store 有啲咩先。首先喺 poster 隔離襯到一套復古嘅裝束，復古得嚟帶有型格嘅感覺。另外一邊就介紹翻張繼聰同我奇成立呢個品牌，仲有同 Vans 合作設計。無論任何年紀嘅人，對自己衣著一定有要求。作出自己的風格。而家我後面拍攝就是二打六的團隊 ，Abby， 耶！仲有我哋嘅 Cammy， 揾下我哋 Cammy 先。我哋嘅 Cammy 巨人同埋阿當，好忙好忙，唔阻佢哋啦。呢邊放咗張繼聰其中一架電單車 ，Honda Super Cup。它的特別之處就是轉波的時候跟私家車一樣有棍操作，軍綠色的電單車和品牌的服飾真是相當合襯，復古得來夠曬型格。還有很多不同的產品可以給大家選擇。特别介绍这个袋，它是可以放到一个开面的头盔。讲了这么久，给大家看看真人版的张继聪啦，有请。无论身高、身形、衣着都一样咁吸睛，穿埋自己最喜欢的风格出来，看到我都心心眼的，拎起本杂志看都型过人的。看完張繼聰就看看我們小小的拍攝花絮啦。如果想看看我們拍成片，就可以去二打六的 YouTube channel 看成段片的啦。拜拜。